早上的9:22，中奖报告，中奖报告。今天2019年1月13号，昨天1月12号，恭喜各位啊！恭喜各位，我们中了啊，全车05啊，大家都赚钱，全车05，恭喜各位。各位，我报牌给客户，一向八字不合，对不对？磁场不对，八字不合，方位不对，言谈不投机的人，请你不要来骚扰我。你不想给我吃红的人，也不要参加我的会员呐、也没有那个必要。我不喜欢啰里啰嗦的人影响到我其他的会员，我根本瞧不起你给我一个人的抽钱。这么多人，一两百个人给我吃红，我还要你的吃红钱干什么？是你猪脑袋呀、笨得要命啊，是不是？我是凭本事赚钱的，我公司卖牛肉面，你好吃你就来吃，你不好吃你就不要吃嘛。我端碗牛肉给你吃，你觉得不好吃你又不要吃啦，对不对？你认为划不来你就不要来了嘛，很简单的问题，不要搞那么复杂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拜托啊，我是帮你赚钱啊，我不是在帮你花钱，你自己乱签乱搞输钱，你关我家屁事啊。